真的是蛮失望的，因为不可讳言，之前其实国民党包括我自己，其实对选情是相对采取比较乐观的看法，因为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可不可以继续延续去年九合一胜选的这个气势哦，再往前推进？那因为之前包括媒体上呈现出来的，的确有了这个韩国瑜这个效力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哦。在各个选举场看起来都是热的，特别是台南。台南这一役，我个人是觉得特别失望的，因为其实谢龙介很认真，在这两个月当中，我觉得他把这一场选战打得非常的热，然后他空军也有空军的优势，而且他在地也已经获得一些农渔民的支持，在这么深绿的选区，其实不容易。那再加上我本来比较看好，是因为韩流的效应外溢从高雄到台南，这应该是最明显的。然后加上。谢龙介跟韩国也是会有化学作用的，他们两个只要一站在台上，那个不管是电视的收视率或者是现场那个效应，其实那个气氛都是好的。但是这一场选战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场选举光是空战的优势其实不够，这个也凸显国民党在基层的组织的这个部分的确还是弱，并还没有补强回来。所以你看到最后关键时刻在真的 PK 的时候，这一次应该是说民进党像在台南，他的这个基层的力量有被动员出来，所以他的基层、他的基本盘其实是还在的。那我觉得在这种补选的投票率不高的情况底下，他其实是会发挥他的功能跟作用的。特别是在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台南地区啊，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分裂，但是连阿扁都站出来，他去气保了这个陈小玉，然后陈亭妃也站出来帮郭国文站台。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次台南郭国文可以赢，那是赖清德的赢啊，赖清德个人的胜利。赖清德他把原本郭国文快要溺水，他真的是把他救上来啊，他用他一步一脚印苦行僧的方式，每天拜票走。我觉得他的这一个做法，其实是帮郭国文撑住了这一席哦，所以郭国文真该感谢的是赖清德。那当然，从赖清德自己的角度，他也是救了他自己。如果这一席真的输掉的话，那他未来在民进党里面的政治分量、未来性可能就没有了。但是这一局他稳下来了，然后最后是赢的情况，我觉得赖清德他的在民进党里面的地位跟声望又升回来，大概跟蔡英文可以平起平坐了。因为这一席现在他不只是救了郭国文，他还挡住了韩流没有在这边其实整个攻进来，所以这算是这个整个在民进党里面立了一件大功。所以我觉得这场选战下来最大的获益者、胜利者大概是赖清德，在绿营里面其实就是赖清德。那对蓝营来讲，当然我们就是不如预期，我们当然是要检讨之前的整个选战的确有太仰赖空军，然后太仰赖韩国瑜一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所以这个也告诉国民党一件事，就是说选举还是要打一个团体的选战，单靠一个人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就是不能靠一人要来救全党，还是得要所有的人要分工，然后党中要发挥他的力量，就是该去布局的陆战、该开打的还是都要到位。所以光靠这个空军的声量恐怕都还是不足的，特别是这一次包括连金门，就是整个请党中央的力量，包括有多少的立委，就是大家都去帮忙的这个提名的这个洪丽萍没有办法选，而是脱党参选的陈玉珍最后选上。不过金门的阵情是一向比较特殊啦。对，那在这样分裂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也是整个党中央可能要回过头去检讨的，就是整个提名策略，然后到最后为什么分裂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一个补选的过程当中输了，那输了我觉得是我们要认真看待到底输在哪一些地方，因为这样子表示说我们对于未来2020不能太乐观的看待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真的要认真的呼吁哦，其实国民党真的完全没有分裂的本钱，以这一场补选打成这样子，民进党还是一个很会选举的党，所以真的不能大意。那我认为2020刚刚大家提到说这几位可能的总统候选人，我真的觉得所有基层也好，所有各自的粉也好，真的不要说因为有谁就打谁，这个将来会造成国民党的撕裂，更没有赢的可能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想办法是说怎么样把这几股力量相加，韩国瑜、朱立伦、王金平、吴敦义、马英九等等这些势力通通都是要加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有人在这个将来整个初选过程当中为了拱谁去打谁，这种内斗一旦开始的话，我觉得国民党2020要大胜的机会就会下来，因为那个一旦是造成这种分裂，
你将来要真正的整合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认为这一场补选还是有意义的，让国民党学会不要过度的乐观。其实没有选情什么是百分之百的，所以一路要小心应战，有策略有方法，而且要团结，让我们看到这一场选举民进党是用团结赢了这一次的地方补选。所以国民党要学会无论怎样，现在是即使是站在国民党这边，团结才是不变的道理。本来就很艰困，如果不是这么艰困，我想国民党当时在选将跟点将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拖这么久。谢龙介是跨区来选的，郑世维是在当地其实还有很多选择都拒绝的情况之下临时披挂上阵的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在这么深绿的选区，你说国民党如果能够立刻翻盘，当然对国民党来说是军心大振，可是民进党等于是立刻断气了。民进党这个政党有没有可能就在这场选举当中输得这么难看？我想选前大家有各式各样的预期，有各式各样乐观的期望，但是选举的结果就是现实哦。那么第二我要讲的是说，改变其实已经发生了，只是这个改变也许不如同我们预期这么的大。就像柯文哲今天讲的非常好，他说板块在挪移，可是不会立刻造成土石流。对国民党来讲，我们乐于看到这场选举造成了改变，可是对民进党来讲，他虽然赢了选举，他也必须要看到他的板块正在改变当中。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民怨正在侵蚀民进党的板块。他如果因为这场选举选赢了，又固态复萌了，觉得他什么都不用再改变了，一切就天下太平了，那么民进党2020可能就败得更惨。第三我要讲的是，这场选举是候选人的败选，是国民党的失败，可是不用推到韩国瑜的身上，因为不是韩国瑜去选的。候选人每一个候选人有不同的特质，哪怕我孙大清今天在大同士林去选，我的胜败是我的胜败，不关韩国瑜的成败，除非今天韩国瑜自己来选。如果大家把每一个选区的成败都跟韩国瑜绑在一起，我觉得韩国瑜也未免太沉重了。可是很多候选人有这样的期待啊。但是这样的期待是不切实际的。每一个候选人在参选的时候，当你决定要参选挑战艰困的选区，你就要了解成败自己扛。韩国瑜也好，吴敦义也好，朱立伦也好，国民党也好，他可以给你一些相对的协助。可是所有的胜败都是自己的成败哦。但是最后我要讲的是，大家一直都说韩流韩流，我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讲它是一个韩流。在台湾有的是民怨而不是韩流，韩流就是民怨。如果今天没有民怨，韩国瑜就算是通天的本领他都造不了韩流。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把这场选举的结果就归咎说有韩流或没韩流，或者韩流赢了还是韩流败了，我觉得完全就扭曲掉现在台湾政治所存在真正的问题。那最后我要讲的是什么？选举的结果看得很清楚，韩国瑜的选票、柯文哲的选票是不能任意转移的。为什么？因为选区不同，候选人不同。你说柯文哲喊两句话，陈小玉就多了多少票吗？也没看出多多少票。韩国瑜下去浮选了几次，谁就一定笃定当选吗？有这样的期待，未免太天真也太乐观了。赖清德，我刚刚讲了，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浮选当中，所谓的到虎、到府、到户、到门、到口，还到房间，就到处去拜票。我刚刚在广告时间上还跟大佬在讲。因为我会去观察这个选举，我会看很多声势质量，对不对？这一次赖清德他在辅选的过程当中，跟着郭国文去拜票的几个场景，在路边下雨，穿着雨衣挥手，骑脚踏车过去，骑车过去的人十个里面七八个人其实是没有理他的。他到一个庙，我说我在这个南部有一个朋友，这个玉凯，他常常会去拍，没有人。他到庙里面去拜拜参拜，只有一家电视台跑去拍他，然后呢，大概记者也就只有七八个。就这样而已。所以这个人气，当赖清德出现在台南，跟当韩国瑜出现在台南的时候，那个人数是差100倍啊。可是最后票有开出来，所以这是重点，就是说我刚刚为什么会分析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赖清德他这一次证明他在台南赖神还神不神，至少他没倒了，他还守住了他的区，所以他的支持者就会在今天晚上选他酸总统。有没有去领表，会不会再是蔡英文的这个竞争者，目前还不得知啦。但是会不会出现就是这个辜宽敏又跑出来说，我就是被你算，我退你啊，被我等等。后续可他好不容易保住这一口气，有可能在这一次就跳出来跟挑战蔡英文。我刚刚开始跟大家讲，就是民进党太需要一场胜利了。这一场胜利如果今天的结果，因为包含连金门，如果是4-0，不要说4-0，只要是三席，好，只要新北跟台南都输了，金门就算是无党籍赢没有关系。只要这一次今天晚上的结果，新北跟台南都是国民党赢，是郑世维跟谢龙介赢，
基本上民进党这蔡英文跟这个赖清德就没有了，因为蔡英文他用他的够台湾的要主权，他不要那一套，他不要这个韩国瑜的这个九二共识发大财的这个路线。至少在这两个选区，观众朋友再强调一次，这两个选区非常绿，可是这两个这么绿的选区也是选区啊，他明年也一样再选的。在民进党最风雨飘摇的现在此刻，因为去年是个大海啸，22县市15个县市全部输掉了，所以是已经很低了。回去看看，现在已经过4点，可以摊很多民调了。选前民调谢龙介是赢的啊，选前民调蔡英文只有大概10几%、20%，可是他们今天还是可以开到50%的票。所以重点就在于说，虽然这两个区很绿，而且呢整个形势对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很不利，可是他们真的好不容易等到了1124以后。非常需要而且非常难得的一场胜利。那这场胜利呢，会让民进党重拾他们的队伍，本来都已经失神，他现在会回魂。所有在现任选区要选连任的立委也不是那么好打，因为毕竟他是现任的立委，原本很多人想说我已经得了，只要韩国瑜来我们就一定倒，可是这一次的状况会让他想说我还不一定输啊，我是现任的立委啊。民进党在台南高雄屏东多少现任立委，他们也会重拾他们的我要用韩国瑜我要用赖清德那种打法，我再去把我的基本盘固住，说不定我就再赢他1-2千票。我相信小英委员会同意我的说法。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赖清德至少没有成为我昨天之前所讲的，如果输了，他就变成是一个中断他的政治行情呐。好，你讲，然后政治生命行情以后不见了，没有自我选择权，我只能跟谁搭、跟谁配的那样状况没有。他今天停了，所以今天他的支持者非常巧妙就喊出他选总统。那你说会不会有这个话题？会不会去领？我不敢讲了。可是明天开始就是这个话题，赖清德是不是应该呢？是不是应该他们两个要搭党配呢？是不是应该是蔡赖配还是赖蔡配？就会有出现这样的话题。所以赖清德他找回了自己的舞台，而民进党也挡住了韩国瑜这个势不可挡这个胜利。所以我才讲说，对韩流来讲是伤的，对韩国瑜来讲，他还是现在非民进党蓝营最强的候选人。好，那刚刚有人在讲说，那柯文哲至少两次浮选，虽然这个陈小玉只是一个17秒，也算浮选嘛，两次都输啊。陈思瑜、陈小玉都输了，他输的比这个韩国瑜更，韩国瑜至少把票数拉上来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更好的状况是，连这么绿的两区，因为韩国瑜的关系，都赢了3000票，而不是输3000票，那就真叫势不可挡。